陆队长，奎晓来医院产检这么多次，难得有人陪着呀。干嘛？欺负我的人？我这实话实说，哪儿欺负他了？你那个产检细节，跟他说了吗？说过一点。快去看你的门诊吧，徐大夫。 怎么回事？我跟你说，好好说。哎呀，我贫血嘛，我从小就贫血，医生也给我开了补血药，我在吃着呢。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嗯，那你要真心疼我，回去就给我爆炒猪肝，爆炒。继续说，你说完。贾姐，这个我也跟你说过了，很多人怀孕的时候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，我也在吃着药呢。 而且每次检查验血什么的，医生也都看着呢。陆晨，你凶女孩他妈！刚结婚就学会了报喜不报忧，以后你还了得？我自己能应付，可以解决的。 我喜欢看你生气，证明你在乎我。不用证明。干嘛？长着自己高是不是？